康点一点，好吗？再康点嘛啦。对了，你看，天后啊，弄他这个名字来做生意啊，一定兴隆啊！这都恭喜你了，谢谢老天呐！谢谢，哇，谢谢姐，你们家真好，以后糖果开心免费的。不要照搬搬的晓啦，跟他哥讲话，你是要做扁头鸡呢啦？你看阮这老外就是来过开讲安尼啦，我道你。来，谢谢，以后靠你们帮忙哈，看你们捧场哈。你是咧创啥啦？哈，你食免惊是爱本钱的啦，你来去后壁啦。啊，动门槛吼，啊，拢做无可能啦。啊，回家。阿梅啊，啊这青岛罐头吼，一罐仔卖偌济啊？22块。22块。啊，迄绿豆嘞，绿豆一罐仔卖偌济？11块。11块。嘿，阿梅啊，来，你来看卖啦。你看这是啥哈？啊，我来安尼，家己寄到安尼，煞安尼雾煞煞呢哈。啊，这是啥物啊？这是花露水啊。哦，对啦，这个花露水讲哈。啊，我来才捡到安尼。阿芳啊，啊，食饱未？连工你来就有啊啦，啊你都足济岁还袂进呢，有喏，啊都看恁爱啥吼，我随来叫过，明仔就是有啊个。哎，太平粉即卖一斤偌济？稍等下啦吼。拖鞋。在那里呢。啊，在那里。这拖鞋啊。哦，对。两双啊。哎，对。一双多少啊？一双，8块钱一双。两双。16块啦。啊，对，16块。好，没路用就是没路用啦。哎，你真的是会物呢哈！嘿，一双拖鞋卖多少？8块钱呢、啊？你假币唔知咪给呢？嘿是半年前的价钱，现在卖10块了啦！假币给你，还给你。阿干嘛？拍死啦，拍死啦！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阮这块老外吼，哎，当都唔捌，佫假敖啦！哎呦，佫臭耳人啦！我无跟你讲哦，你佫唔知影嘞？伊甲我讲吼，伊去迄个长沙啊，去打工回啦，啊，就是迄炸弹落来爆炸吼，伊的耳孔才会变安尼啦。听迄凊彩咧讲，讲咧放臭屁。无要紧啦，你也莫生气啦，算唔着拢安尼啦。好啦，哎，无我来去啊。好啦，阿玲早做者算啊，吼。好啦。回来啦。啊，你是三文七片哦，拢走去大陆迄落打工去啊，吼啦哈。笨啊，真的笨啊，笨得像猪一样啊。啊，你是去哪倒啦？回来啦。啊，袂要紧，迄个32项哦，下句的伊看点啊吼，甲看伊那一包卫生纸卖偌济，紧去啦。无路用就是无路用啦，
啊，伫咧外口无路用，啊，伫厝内面嘛无路用，啊，眠床顶、眠床口，更较无路用啦。妈老是说爸什么都不行，不过吵归吵，他们还是生了三个小孩。哎，实在是吼，足侥幸的呢。啊，迄歹爸的人吼，太安尼啦。你是有影无啦？啊，恁妈拢几岁的人啊，搁敢做这个代志哦？这拢嘛爱怪查甫人唔对啦。迄嘛无一定，凡事是恁爸袂用，是恁妈唔才安尼。嗯，啊，遐有得卡，啊像。台爸甲林妈哦，啊，搁真敢嘞，啊，妆头啊细，啊，搁唔惊人讲闲话哦。就算路上破灭了，还不是一团和气，像没事一样。哎呦啦，好啦好啦，哎、欸，啊，咱敢袂输讲咧讲人的闲话嘞，咧别人倒的代志呢哈。阿弟啊，啊，这导游开杂货店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行业。当我家生意逐渐兴隆以后，村里最热络的地方，已经不是里长家。也不是区公所，而是天后商店。大家可以在这里状似融洽地讨论别人的八卦。如果要为我暗淡的童年找出原因，那就是中国人的开店哲学：不休假，时间长，还有住家和店混在一起。而我的房间就是仓库。我家的小孩就是店员。妈妈倾注了所有的精神在杂货店上，直到晚上12点拉下铁门时，还不时地四处张望，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个客人。请假2天。什么事啊？要回去奔丧。到哪里？到台南。哦，好，记得回来要找同学问功课哦。是。其实是妈妈要去台南，我请假是为了要看店。妈，还是要创啥啦？没有啦。妈妈甲你讲，你啊听好哈。这两天我无伫咧厝诶，你着爱较乖咧，唔通安尼趴趴走，店家顾好，唔通顾佚佗，知影无？迄人客若来买吼，莫安尼结一箍面抢，着较会晓招呼咧，较有笑容诶啦。无咱生意若歹诶时吼，恁随啊腹肚着爱下起来，有听着无？妈，我要20块。啊，你是搁甲讨20块要创啥啦？在学校不小心打破同学的水壶。老师要我赔给人家一个新的。什么啊？一个水壶都要20块？啊，迄水壶是安那？镀金的还是镀银的啦？钱敢较好赚许啦？你甲恁老师讲啦，迄水壶吼摕转来我甲修理你的啦。20块我还卖偌济罐头才有法度赚20块呢。迄卵哦，我卖一斤哦，嘛赚无1块银。望天亲亲的，食米唔知影米价。店顾好啦，莫安尼想空想胖吼，一日敢唔敢想要甲我开钱讨钱尔啦？有听到无？